先来看一下第三原厂的旋钮式蒸汽和热水。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旋钮式，每次要转好几圈感觉很麻烦。几圈过后才能达到最大的蒸汽值。小花旋钮造型也不太适合我这种人。开箱一下浮光的热水蒸汽拨片改装套件，一本说明书，该有的改装工具也都配套齐全，还有一套胡桃木色的原木，看你改胡桃木色再用这套。改装过程不难，说明书很详细，给小伙伴们展示下效果。轻轻一拨直接最大蒸汽，打完奶泡空喷也方便很多。热水同样轻轻一拨即可，手感很直接顺滑。最后拍几张照片给小伙伴们欣赏下。